亮宝阁每日一宝，明万历官窑，斗彩十字金刚楚文握足玺。这是一件万历时期官仿官器，其胎质精良，纹饰雅致，具有仿成化斗彩之风格。此玺器形敦实可爱，握足。玺内底平整，于青花双圈内绘十字宝杵及绶带图案，宝杵以青花绘轮廓，内填红彩，绶带纹填以绿彩，色彩淡雅清新。器形底部的釉面和款质已经被人为磨去，这种人为破坏官窑瓷器款质的做法大都发生于清朝末年，所谓的闹官窑事件，可以参考本频道之前的相关视频。十字宝杵为藏传佛教常见法器，为中国瓷器经典纹饰图案。明代成化皇帝对藏传佛教十分崇奉，从其传世瓷器及后世仿造器物中多可见到宝杵装饰的。斗彩为右下青花与右上彩相结合的彩瓷品种，成化斗彩工艺卓绝，在当时就以其技艺物来供奉，引得后世追慕仿烧。万历时，社会上下对成化斗彩器十分重视，其因价贵而受到追捧与赞誉。例如，万历皇帝御前姬缸杯就有价钱一对钱十万的记载。加之国库渐空，造成以利为重的仿制风气，仿烧成化斗彩的万历窑瓷器就出现了。可参考一。故宫成化瓷器精选一书，第256-257页，成化款斗彩十字楚玺，均带有因为万历时期制作的说明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二，大英博物馆藏，明成化款斗彩十字金刚楚玺。